无极限英雄出少年。今天我们的现场来了很多的少年啊，哎，首先介绍我们稍微年龄大一点的少年啊，那是我左手边的红果果，还有我们的舞王一天哥哥，发挥不出来，以及我们的女子舞王徐柳姐姐，哇，太棒了啊！以及我们的小小少年啊，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刘七宇，今年八岁，来自克拉玛依。啊，哇，石油之城啊，欢迎你，小朋友，来，你也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陈英轩，今年十岁，来自哈尔滨。美国冰城哈尔滨，哇，厉害了！啊，这边有我们最最美丽的小鹿姐姐。啊，以及我们来自新疆啊，没有，其实是来自西北的甘肃兰州的美女陈怡姐姐，话费欠费的这位陈怡姐姐，以及我们头脑爆棚的芝麻哥哥，哇，还有两位小小少年，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玉北，今年十二岁了，我是来自新疆的伊宁市。我就料到有来自新疆的小朋友啊，来，你也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周同振，今年九岁了，我也来自克拉玛依。哎呀，太棒了啊！所以我们今天有来自新疆的小朋友，所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，那跟来自哪儿的还真没有什么关系，主要是考一考我们的头脑了，叫什么里面有什么。什么里面有什么？所有队员排成一队，根据主持人给出的题目，说出范围内所包含的词语。没有按节奏回答或回答重复的淘汰。队员们，加油吧！好的，我们的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啊。接下来我们的题目非常有意思。首先第一轮，请听好，奥运会上有什么？开始。有足球，有运动员，金牌，有篮球，跑道，刘翔。有乒乓球，裁判，有球，有那个橡皮子儿，什么？淘汰，好，继续，继续。有飞盘，飞盘。有口哨，骑马。有冰场，击剑，国旗，沙子，有银牌，有沙滩排球。有篮球，有栏杆，篮球说过，好，淘汰。射击，好，请注意，请注意，现在题目改变了啊，请问音乐会上有什么？开始。大提琴，礼服，朗朗，有笛子，有小提琴，有指挥，观众，黑管，有钢琴，包厢，高音，有麦克风，有长笛，侧面有厕所，超时了，有音响，好，是有超光，有吉他，领结，竖琴，有大号，有大提琴，有小号，有舞台，礼服，有竹笛，礼服说过了吗？谱啊，好，请注意，题目再次改变，请问。身体上面有什么？鼻毛，有心脏，有脸，有屁股，有头发，有眼睛，毛孔，睫毛，有衬衫，有脚丫子，我有脑子，有指头，有耳朵，有耳朵就有耳屎，牙齿，有肺，有心，有小心肝肺，有耳朵，淘汰，有骨骼，加，好，题目改变，我看你还能说出什么比鼻毛更加生僻的东西。公交车上有什么？售票员，有人，司机，有乘客，有二维码，有汽油，有杆子，什么？有轮子，杆子，说的不够明确。那是把手，来。有钱，后视镜，有 WiFi， 有玻璃，有座位，有门，有老太太，有窗户，窗户有，
的人。哎，好。数字牌儿。有孕妇啊。有报警器。有小孩。有报站的广播。有喇叭啊啊。有轮子。有上车的人。有地板。有雨刷器。有汽油。汽油有了，刚才有汽油，刚才有了汽油，玻璃都说过了吧？对，玻璃也说过了。好，来，你们两个平排站，平排站比较好。请问双层巴士上有什么？开始。楼梯。女人。男人。小孩。老爷爷。司机。售票员。还有法官。还有那个。好的，哎呀，没有想到我的搭档竟然是个游戏之王。恭喜我左手边的红果果一天和徐六代表队获胜，我们的两位小朋友可以获得宝贵的拿礼物的机会，来，快去吧。好的，再次恭喜我们获胜的小朋友，哎，也感谢我们这边两位小朋友以及我们的大朋友的参与，谢谢。哎，那不要忘了我们的口号，快乐无极限，英雄出少年。